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奥斯卡，欢迎回到绿色都市摄影频道。那今天我们是来到万豪酒店，今天是大玄天的婚礼，我们今天有文定迎娶闯关，外加户外证婚。听说客人有准备华尔兹的舞蹈，然后也有准备惊喜的桥段。先卖个关子，晚宴正式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哦。Here we go。这几个美女拍一张，好哦，这难得今天开放，真的，对，这是特别的福利，哎呀，只有今天。其实还蛮多观众朋友会敲碗说，哎，都没有看过奥斯卡老师拍婚礼哦，耶，终于哦，终于，还是一个大全片，对啊，超硬的。我现在要拍白纱，挂起来拍，高贵的白纱一定要挂起来拍啊，对不对？先拍戒指，那个先给你。知道这个用来干嘛的吗？就正想问你。反光板。你知道拿这个长焦的好处是什么吗？就是你不用去那边，就是远远的就可以补刀。找光的达人。我应该是要穿中山装。对，好啊，你怎么穿这个？还是我就直接换掉？我建议是穿掉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会有点麻烦。好，你帮我保持一点笑容，对，就是那种假假的笑容，你最会的。黑眼圈什么东西？黑眼圈，哪有黑眼圈？黑眼圈是我好吗？你看起来气色很好。你们有疑问就提出来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以。我们有点腔调。我也快腔调。万豪拍过很多次。万豪拍很多次啊，几乎都是万豪、君品、美孚、万丽、爱丽。我是把五星的全部数一遍就对了，拍到手都长茧了，我也。走红毯。对啊，今天这个心情跟我去年娶媳妇不一样哈，完全不一样。媳妇很轻松啊，可以啊，这样子吗？可以哦，总裁，霸道总裁，美女太多会害羞。对。啊，中间两位美女会害羞吗？不会的话，可以这样帮我勾着爸爸的手，福利，我叫奥斯卡哦，知道我。再一样姿势，再换个姿势，可是刚换个姿势，手想干嘛？没有。好，我们大家说哈哈。好，好烂哦，好烂啊。OK 吗？我想要拿给妈妈看的。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对，等下子，然后再。OK。爸爸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没关系吗？没关系。我这个是试水温哦。对，没关系。可以再玩更大吗？可以。妈妈说可以哦，不是我 Q 的哦，好，妈妈说 OK 啦。OK 啦。妈妈说这样可以了。哦，可以啊。安全的 ，safe。好，来手动一动。还是你平常说我不是这么发笑，是越来越奇怪，你知道吗？要穿，好，等一下哦。哎，这是什么笑？你不要看我，我看你，你不要看我，好，这我很奇怪。对不起。你喜欢拍左脸还是右脸？我都用吗？好，看那边。我在太完美了，零死角呢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左右脸都那么好看，我怎么取啊？好，只有正脸不行，我们来正脸更漂亮。进行到什么阶段？很紧凑，时间紧凑，可是我们一切都还好看，没问题。好，你的胸口往前压，有点凹背的感觉，对，很好。不要害羞，我很小很高，大概没关系。大家都帮我做一个，哦，好舒服，好想做。看，想看，好紧紧哦，脚你软条条哦。哎呦，漂亮吗？是，是哦，有比妈妈漂亮吗？有，也不可以啊，妈妈比较漂亮啊，比个小爱心。好，我们待会要开始文定仪式。这个地方是万豪的露厅，好，专门用来办仪式的地方。那这地方有自然光，你看很棒。欢迎各位新娘哦，可以参考万豪酒店。那我们只要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补光，其实在这边空间都非常的充足。那我们就等待新娘下楼喽。老公，请喝茶。
糖又爽的感觉。有，太棒了。OK， 谢谢。喜结良缘，共成和气。老婆，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，我爱你。模糊看一下。很好，申请哦。很好，不是色情哦。OK。漂亮，有了，有在练了。阿妈觉得可以，就可以站起来。他妈妈的表情要舒服哦。好，微笑就好。好，一。好，没有。好晕哦。通常我拍稳定都会很嗨，比较少会很安静的场子。我的任务就是把整个场子引导，让气氛热络一点。其实就是两个人鞠躬的画面，可是我要从下面空隙去拍到后面的戏，他想要呈现那样的氛围。现在等拍备婚纱的时间，等下就可以放饭了，我好期待。好，就这样，鼻子再靠近。很好。待会就往前走，单手插口袋，要这样也可以，要这样也可以，每个动作都可以不一样。一二三，踏一步，好停，看向前方。一二三，稍微小抛，试一下。一二三，耶！哦，很赞。一二三，耶！耶！好，连看我就好，好准备哦。上去之后呢，抬身就要，对，然后加油。快很准，他们等一下的行程就是11:30家宴，家宴我们还是会稍微帮忙拍一下开场，大家举杯这样子欢乐的感觉。带到之后，客人用餐我们就不打扰。大概1:30左右，客人有安排伴郎跟新郎的一些花絮照，随性，随性，没错。好，微微转过来看着我，对，很好。现在这个阶段是要拍新郎跟他的礼车的画面，大概我们会拍一个10来分钟吧，然后我们就会开始闯关游戏。好，礼车进来喽，你看。然后八股这种旁边。爸爸心，真的很舍不得，但是我很想一个就能幸福，绝不能让他受委屈，你一定要把我好好的照顾他。能够拥有你，丰富我们的人生，也是爸爸妈妈一辈子最大的幸福，一条都不能幸福。有点笑容。
来三二一丢。哇！好丢，轻轻动一下就会闪到了。李安很会，到底亲过多少次了？啊，不是的。跳，一二三，跳。哦，赞赞赞！下开，嗨嗨。一二三 ，OK。魂定仪式、闯关这些都结束了，我们待会要户外证婚。那现在新娘特别留一个时间要来拍一类婚纱。手的动作出来，一二三，好 ，OK， 跟我说哈哈，哈哈 ，OK。这边是万豪的八楼的证婚区，白天的时候日照非常的充足。那其实傍晚证婚有个好处哦，阳光不会直射，个人非常推荐是傍晚的证婚，看起来很舒服。今天的客人都很喜欢很欢乐的气氛，对，找我就对了 ，OK， 很嗨，超嗨的，我比他更嗨，现在有点累没？腰怎么样？腰刚刚有点闪到 ，OK，Let's go。欸、这超好吃的，我没吃过，我没有吃过，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。不要解释，你知道那个吃起来是什么味道？进场，终于今天的婚宴终于经过了三分之二。晚宴还有分一进二进跟三进。不是说什么卖关子的那个手。看不清楚现在几点，眼睛有点失焦。我好不容易把今天的大决战全部 KO 掉了，非常欢乐的一场婚礼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。如果有欢乐的婚礼的，麻烦请指名奥斯卡，我一定会让你的婚礼会更热闹、更兴奋、更活泼。
好，我们可以一起嗨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绿色到处色，下次见。